咁多位好，记住啦，系桂花胡同啊！多谢贵公公大恩大德，在下没此难忘。啊，两位大哥啊，请问有冇见过钱兴隆嗰个猪肉佬啊？回公公，钱老板已经喺嗰度等候啦。哦，哈，你系咪唔想做生意啊？前几日送只烂猪嚟。公公，莫忘夫人啊，快啲去桂花胡同救佢哋。仲咦我听唔到啊！快啲换个两只捉住呢只猪嚟。系。嘿，真系猪肉佬，真系猪肉佬嚟噶吓！啊，两位大哥，知唔知道索阿图大人今日有冇入宫啊？有啊，佢而家见紧皇上。索大哥，人呢？吴英雄，我今日要杀咗你，以祭我祖宗做天之灵。我天魔又唔系我杀嘅。你要报仇咪搵我爹咯！你两父子都罪该万死啊！死啦！人好快啲投降啦吓！清兵人多势众，不宜硬拼，大家等位啦。插，放箭。追！唔好追！唔好追！唉，李阿爷啊！哎，索大哥，你好彩，你好彩啦！好彩冇射中。吓？诶，好彩冇射中小王爷啫。系噃，好在贵兄弟你提醒我咋。啊，索大哥，小王爷，奴才皇上派嚟救你噶，你冇事嘛？小王爷，今后贵府有咩打算？
我哋暂时会食家庄路养伤，以后再想办法对付嗰个吴英雄。今日大家喺官兵面前露咗面，以后应该谨慎行事。陈总堂主，贵会今日舍命相救，穆王府嘅人永志不忘。少王爷，何必讲啲咁客气嘅说话？我哋敌忾同仇，应该守望相助，共建复明大业。哎，咪住！先前声明，将来赶走满清走狗之后，我哋仍然要拥立朱五太子为王嘅。皇德，我哋要拥立朱三太子为王。朱五太子，朱五太子，各位，各位，各位少安无躁。喺咁嘅时候，唔应该为咗呢啲事干而争辩。小王爷，不如我哋立一个誓约，边个杀咗吴三桂，边个就有权号令天下。好，如果你杀死吴三桂啊，我哋穆王府嘅人就拥台湾朱三太子为王啊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皇上天恩浩荡，小臣父子没此难忘。吴世子，平西王同你对朕忠心耿耿，世子有难，朕又怎可以不出手相助？小臣父子誓死为皇上效忠，决无二心。嗯，小人明日便返回云南，协助平西王处理繁务，此来特向皇上拜别。好，小臣小臣告退。皇上恩人，奴才大胆擅自释放杨日之，罪该万死。的确是罪该万死啊！吓，皇上。哎，不过你乱打乱撞都救翻吴世子，大罪立功，饱和咯。谢皇上。启奏皇上，太后有传，贵公公到慈宁宫。好。乜原来是皇上派小贵子故意放走刺客嘅咩？哦，系咁嘅。当时小贵子不想功败垂成，所以逼不得已才会这样做，希望母后你会恕罪。现在已经查明了真相，原来刺客是穆王府的人。那小贵子，你又立了次大功吗？小贵子，你的确能干啊。都是皇上料事如神，一切计划周全，奴才只是奉皇上意旨办事。奴才所作所为都是听从皇上吩咐，奴才不敢擅作主张的。哦，那平时你这么调皮都是皇上吩咐你这么做的吧？你时时出宫玩，有没有买冰糖葫芦吃啊？回太后，听说近来外面不是很太平，九门提督捉了所有卖冰糖葫芦的小贩，说有坏人混在里面，所以人人都转行不再賣冰糖葫芦了。那你平时买开的间呢？他说想什么五台山六台山买斋馒头给和尚吃。你说他上五台山？他自己说的。皇上，小贵子的确聪明能干，我真的很想他留在我身边服侍我。你的意思怎样啊？怎样啊？好，小贵子，太后恩宠你，你还不谢恩？是，谢太后恩典，谢皇上恩典。
由得佢哋同皇上翻去啦。我有事吩咐你去办。系。做咩啊？你怕以后冇机会再见到皇上咩？唔系啊。嗰个上五台山卖斋馒头嘅人，有冇话几时翻嚟北京啊？奴才唔知道喎。乜你冇同佢约定几时再见面嘅咩？佢同奴才约定一个月后再见，不过唔会再喺天桥噶啦。咁喺边度？佢话到时再谂办法通知奴才。咁好啊，你就喺慈宁宫度等佢消息啦。柳燕。系太后。小桂子呢个人咁调皮，你话有咩办法令到佢唔会乱冲乱撞、东奔西跑啊？太后将佢交俾奴才啦，奴才一定会有办法令佢贴贴服服咁留喺慈宁宫噶啦。但系佢好蛊惑噶噃，我怕连你啊都看佢唔住。好容易嘅啫。斩咗佢对角落嚟，咁咪天下太平咯。睇怕都只有呢个办法。快啲走啊！你未知，摸你臭脚。我只脚啊臭，一阵间咧我斩咗你对脚落嚟，睇你对脚臭一样，我对脚臭。冇啊冇啊冇啊，唔好斩我对脚。太后，你斩咗对脚，你去搵嗰个人啊！我可以找人抬你去见他啊。冇啊，我请你冇啊，冇插我对脚。太后啊，你乃唔系冇功都有劳啊，谁同你抄扫拜家嗰时揾到个两本四十二章经？你出去练佛经啊嘛，我同你揾多几本啊。四十二章经系咯，咪四十二章经咯，唔紧要噶，你斩咗对脚，斩埋我头都唔紧要。我冇头冇脚，你冇四十二章经啫。你讲咩你啊？吓！啊！喺度吓，放咗佢。系。起身。四十二章经嘅事，系边个话俾你知？我唔中意讲啊。讲啦！啊？系唔讲啊？你杀咗我啦！我话咗枪打落嚟。系。冇啦。弊啦！点啊？弊啊！哎呀，你整亲我只眼啊！家我见到你个身系人，个头系猪喎！哎呀，你死猪眼，快啲出嚟！冇啊！我讲啊！我讲啊！讲啦咁！系啊，系康亲王交俾我保管嘅。红色面噶嘛，哦唔紧要噶，你即管斩晒啲手手脚脚啊！我大不了做人棍啫，唔使同你揾经书咁麻烦。好，刘燕，系，你同佢攞本经书翻嚟。你唔使哄我，我自己先开门。嗱，我开噶啦，开门噶啦，我真系开啊！呢次，好，开。你估我唔知啊？我就算俾咗本经书太后啊，你一样会杀我。太后话过唔杀你就唔杀你啦，最多系挖盲你对眼，打俾你对脚。咪以为你自己好着数，太后得嗰本经书，一样会杀你面口。你以为佢会俾你分薄佢好处咩？唔使喺度氹我啊！快啲攞本经书出嚟。哎、喂，匿埋喺里面做咩啊？我出嚟啦喎！我攞经书啦，咁本经书咧，嚟嚟嚟，抛出嚟啊，快啲！哎呀哎呀，惨啊！本经书俾老师拗到融融烂烂添。你唔好喺度整古整怪啊！等我睇下先。Oh.
你冇事啊嘛？冇事。司令珠，大老婆，今次好在得你，唔系我就系咁歹啦。太后啲手下啦，死肥猪，话咗你冇死嘅。做咩啊？吓，伤口痛啊？点啊？冇事。佢死咗，太后知道，就会再派人翻嚟杀我。换咗太监衫，跟我走。快啲写佢。我想我勉强都可以做得嘅。快啲换啦！仲唔换？唉，你哋啲女仔真麻烦嘅。唉，快啲拍。哇！两个老婆仔都咁靓，我呢个太监啊，做唔做都罢咯。唔好讲咁多，行啦，快啲啊！哎呀！嗱，而家宫门啊闩咗，唔等到天光先可以出宫嘅。我哋匿埋喺呢度，睇怕老贱人都揾我哋唔到嘅。乜你唔怕太后派人嚟？出边系走廊嚟噶，咁大声系咪想死？啊，睇怕你两个都肚饿噶啦，我攞啲嘢翻嚟俾你哋食啊吓。哎呀，几十万两喎，你话唔翻嚟攞啊，真系世系假。哎呀，字发达啦。本嘢啊，一定好值錢啫！哎，哎，我哦，臭婆娘對豬蹄仲未化到嘅咩？哎呀，唔記得帶化屍水添。出工啦，而家有機會報仇，幾大都要報。小鬼头咁狡猾，就唔好俾柳燕一个人跟你去啦。阿燕嘅武功高佢十倍，行事机警，唔会有咩事嘅。一定系嗰本经书摆得太远，先至会咁耐嘅啫。我老本经书就最好啦。如果唔系嘅，你都知道我已经尽力而为噶啦。以我身份。怎可以在宮裏壓住小太監走來走去？你不曉得等到日黑的時候才壓你去嗎？如果再不是的，你讓我親自壓你去。我是怎敢勞你的大駕？而你的身份是不可以洩露的嘛。你不如說你怕我搶了你功勞還好。有什麼好搶？有功又是這樣，沒功又是這樣。
但求平安无事，挨多两年就算了。我唔等啦，我出去睇下。我同埋你去啊！你仲唔系话想抢我个功劳？我只不过系怕现有古怪啫。如果真系嘅，我哋两个人联手都可以对付佢啊！攞曬你嘅，激死你都好。搞乜鬼啊？话唔定你想除咗一眼窿钉，将佢杀死。你系我师兄，居然会讲出啲咁嘅说话。佢系我师妹，我点会咁大胆杀佢啊？你素来心狠手辣，乜都敢做，咩做唔出啊？错啦！你冇讲错咩？知道暗格嘅人只有你一个，师妹唔系俾你杀死，佢只脚点会放喺呢度？你冇乱讲啦！偷经书嘅人走咗冇几耐嘅啫，我哋快啲追啊！你无谓做戏啦！偷经书嘅人可能仲喺呢间房。杀完宫女就会翻入嚟抄经书，呢次韦小宝神变韦死宝都得啦。我冇气啦，我冇气。多谢公公救命。咁问公公应该点样称呼咧？
小桂子啊！原来就系守琴鳌拜皇上最宠信嘅贵公公啊！唔敢当，系啦，你尊姓大名啊？你我祸福与共，实不相瞒啊！我姓陶，宫里边嘅人个都叫我做陶公娥嘅。系啦，公公啊，我头先喺太后嘅床下底做乜嘢？我是奉皇上圣旨去捉太后奸。喂，皇上知道那个宫女是男人来的咩？皇上呢就知道有些不妥，不过有没有就不敢确定。我杀死太后，皇宫一定会严密封锁搜查刺客的，我要即刻出宫。贵公公，我哋后辈有期。哎，曹姐姐，你唔使走，我依家系禀明皇上，话俾皇上知，我亲眼见到太后系俾个假宫女杀嘅。后来咧，太后就再杀翻嗰个假宫女，连嗰个太监咧都系假宫女杀嘅，怀念死无对证。咁佢哋咪会再捉刺客咯。呢件事唔系话行唔通，不过好危险噶。皇上虽然喜欢你啫，但我惊佢多数会杀死你。皇上点会杀我啊？你谂下，太后同男人私通，如果呢件事泄漏咗出去，你叫皇上点去面对天下嘅百姓呢？我唔会同佢传出去噶。但皇上嘅心始终系有条刺，杀你只系迟早嘅事。他不会这么狼毒吧？我们来不及出宫的，你扎队去搜查刺客，我现在回去睡觉，大家小心点。哦，婆仔，老婆仔，是我啊。在哪边啊？喂，大哥，剛才那么多人是不是来捉我们的？不是，老贱人死了，他们是捉刺客的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先回我的房间稳阵一点。走走走。收了先。哎，坐下上床。你千祈不要再换衣服住啊！我阵间就翻嚟噶啦。太后放心，太后冇事嘛，太后洪福一定会吉人天相嘅。禀报皇上，刺客擅闯慈宁宫，杀死个太监同一个宫女，有冇惊动太后性格？太后，事，你放心啦。太后，臣儿保护不周，真系罪孽深重，令到太后受惊。出边嗰班反动应该重重受罚之得。唔关佢哋事，只不过系个太监同埋个宫女发生争执，佢哋打起上嚟，同归于尽啫，唔关嗰班侍卫事嘅。你起身啦。谢太后，太后。你身体冇事啊嘛？嗰两个贱奴才有冇吓亲你？睇嗰班奴才，我个心就激气。你叫晒佢哋走啦。好，小桂子吓，你即刻传太医入嚟，帮母后诊治。哦，唔使啊，王爷，我瞓一觉就会冇事噶啦。太后。王爷，出边嗰啲奴才嘅尸骸唔使揾人搬，我而家好怕人嘈，个心好烦。你叫晒佢哋出去啦。太后啊，你出去啦。
系，孩儿告退。小桂子，你知唔知道点解嗰个太监会同个宫女打架？唔知啊。奴才净系知道宫里面啲太监同埋宫女啲脾气都好曳嘅，周时都嗌交，仲暗中打交，唔俾你同埋太后知噶。小桂子，你翻去瞓。我翻去啦。奴才告退。奴才告退。小桂子，咩事？过嚟啊！今日都发生好多事哦。嗯，你好攰噶啦。嗱，呢度有啲桂花糕，系你最中意食。拿回去吃，吃完之後睡。小娘子啊，我以後見不到你了。做什麼啫？要跟回我是不是？遲些吧，遲啲等太后心情好翻啲，我同佢講。其實講真，我都好唔捨得你。我梗係唔捨得。唔使咁心急啦。我一定会讲掂太后噶，快去瞓啦。好啦，快。一阵间，你将条丝抌落储秀宫个杯井度。系。如果听日有人问起你，点解两条丝剩翻一条，你会点答佢？奴才乜都唔知道。你系服侍我嘅，点会咩都唔知啊？系。系乜嘢？奴才见到嗰个死咗嘅宫女爬起身，原来宫女冇死到，只系伤咗啫。嗰阵时太后就安睡啦，奴才就唔敢惊动太后，然后就，然后你见佢
爬起身出咗慈宁宫，你唔知佢去咗边，原来佢冇死到。阿弥陀佛，系啊，阿弥陀佛，原来宫女冇死到啊。喂，启定，原来是贵公公，好话啦。刘一舟啊，刘一舟，啊，揾嚟揾去都冇喎，唔该你睇清楚啲啊。公公啊，你就算啊，我每间房揾匀晒啊，都冇噃。师姐，或者刘师哥佢未到啦？唔会嘅。哼，话佢第九楼啊，冇讲错噶。你哋中意住咪住落去咯，话知你啊，等你自己死都死得心塞。喂，你究竟有冇放人？咩啊？我应承嫁你为妻，点解你唔放人？你应承做老婆，点解仲要乖咗薄情鬼？你唔敢出嚟，师姐。好，如果我冇救到刘一舟，我呢世做龟公生龟蛋。你梦死，师姐，或者刘师哥佢真系出咗宫啦。他不会狐狸见我的。好，你自己去找他，你在宫里面找到刘一舟，我切了个头给你。世上没人关心我，你都没人信我。小燕子，神爷向母后请安。讲俾好朋友小燕子听，不过唔讲俾皇帝听啊，讲俾皇帝听咧就真系断应啦，斩头噶。你讲啦，讲俾小燕子听啦。咁你家姐系小燕子定系皇帝先？小燕子啦，由朝到晚都系皇帝啊，一个好朋友都冇啊，有咩意思啊？好，讲啦讲啦。杀头都系咁话噶啦，我唔系小桂子，小桂子俾我杀咗啦。喂，你噏咩啊？我唔系太监啊。
在情在理，他心我心，不必争论也难问。为人为我，不必区分。